se movió todo eso y salió gritando un poco gente. Está temblando y arranca a salir toda esa cantidad de gente ahí a la calle porque de pronto había un terremoto o alguna cosa. 可以看到这位长辈他罕见遇到地震，想到都还是惊魂未定。而地震当下也被拍到红绿灯摇晃。另外，卖灯饰的店家商品在天花板旋转，有民众赶紧逃到店外。市区也有很多地方响起了地震警报。由于发生时间在中午时段，所以很多上班族也跑到户外来避难，也有人很焦急地联络亲友。另外，在国会大楼也传出建筑物毁损、石块坠落的情形，还有博格大市长亲自拍片说明地震现况，还提到有一名女性因为恐慌不小心从十楼坠落身亡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